尝试过在你一首歌上面改编歌词，然后寄到你公司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那时候13岁。哇，结果呢？结果你公司完全没回过我。哎，这不是子琪吗？好久不见哦！好久不见！哇，上次来看我演唱会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那个时候是在红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的。那你觉得哪里比较好听呢？那肯定是越来越好听，肯定是今天更好听。哦、越来越嗨，是不是？而且呢，我听说是不是你一开始那个时候是唱我的《龙卷风》，对不对？对。9年了，哇，9年了，9年前，哇，你也是长大了好多哈、哦。对的，那时候还未成年，没有。哎，喂，成年了。你是小时候听我的歌吗？我很好奇。对啊。哎，哦，这个回答太快了。不是，我小时候，尝试过在你一首歌上面改编歌词，然后寄到你公司的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那时候13岁。哇，结果呢？结果你公司完全没回过我。我们唱片公司的人在哪？这个早就该签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哇，那今天呢，想要送给大家点什么歌曲？我点我那时候，写歌词进去没被回的那一首。是哪一首？黑色毛衣。哎呦，老师 ，OK 吗？黑色毛衣，来。